今天是在吉隆坡的最后一天，要搭明天一大早的飞机回台湾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十号胡同吃饭，好，下午再去做一点街头摄影好了，因为今天没什么行程了，看看能不能拍到一些有趣的画面。烧鸭拼烧肉，16块马币，看起来是有一点空虚啦。只有一点吗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阿叔点的是卤面。卤面。这边东西很多啦，只是那个油烟味有点重，所以我们赶快吃一吃就出去了。美素素，然后那个鸭黄。不知道对不对，好像。味道是不错啊，可是 CP 值不太高，有点空虚啊，小贵啊。OK， 吃饱了，十号胡同，哎，刚刚吃那个味道是还不错啦，只是说油烟味真的有一点重哦。吃饱马上就出来了，现在要去参观朋友住的饭店，听说环境很不错。我们去看一下啊，哎哎哎哦，这边住得很不错呢，很不错哎，好久不见呢，哎，怎么专业还在这个相机啊，录一下刚刚他们房间就不太方便拍啊，因为毕竟是一群女生嘛，那这个画面比较不方便拍啊。然后我现在准备要去古籍缅甸站附近做一点街拍，好，看一下可以拍到什么。口有点渴，来逛一下他们的 Seven， 买个东西喝。荔枝水，感觉蛮有趣的，看一下。
拍的差不多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吃饭，晚上就要收拾行李，明天早上10点的飞机回台湾。现在在亚罗夜市里面，这个有一间叫大草，是朋友推荐的，说比较好吃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滑蛋牛河，它这个是苦瓜煎蛋的啊。吃完了，拍一下店门口，等我一下。这一间大炒不错吃，价钱也算公道，不会太贵。好，推一个了，推荐一下。刚刚有个朋友突然发讯息来说要见面，所以呢，我又回到 Pavilion 这边。哇，这三天来真的在这边来了很多次啊，没人错嘛，没、我在做 video 啊，你这样打个招呼，不好意思的。啊，你吃了吗？啊，没有，还没吃。好，那我们下去找吃的。好的 ，OK。吃的，我朋友最后的选择是 fish bowl。好，等他一下。OK，Thank you。OK，Thank you。好。现在准备要走回饭店了，因为行程都结束了。OK。那这一次在马来西亚，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工作啦。那当然，也必须包含一些旅游的成分嘛。其实感觉是蛮累的，但也蛮充实的，因为 也认识一些不错的朋友这样。那希望就是之后再过来的话可以越来越顺利哦。OK， 不过想到回去有一堆影片要剪，就想到就累了。那剪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们台湾见，拜拜。